指派人把活分得一干二净，当然不必介怀。宴席都要对施行酒令，往年夫人不参与，今年她负责主持操办，定是逃不掉了。嘿，也是啊，她大字不识几个，这次可有好戏看。姐姐，这次我们可有的忙了。秦美人可真好，受伤了，去养伤了。 整个内院就属那小蹄子心机最重，姐姐看不惯，方才啊使劲掐了他一下。姐姐的意思是说，秦美人使用了苦肉计。大人说的没错，办宴会这么大的事，万一中间出了什么岔子，那可是重罪。平儿，笔墨伺候着。是，我们的两相宜又有的写了。 这一回正是凶暴夫人，人浮于时，坐享其成；心机美人，断尾求生，临阵脱逃；温良庶人，忍辱负重，独立之成；憨憨淑人。 百无一用，聊胜于无。哼，姐姐，你既喜欢取笑妹妹，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嘛，这是艺术创作的需要。姐姐笔下的庶人是姐姐这个庶人，庶人也可以不是你这个庶人，妹妹别往心里去。姐姐说的都对，不过依妹妹看。 姐姐大可以趁这次宴会的大好机会，好好的表现表现，说不定主母大人一高兴，就恢复了姐姐的位分呢。真是个小机灵鬼！你联络阿晶，就说我烫伤了，需要衡山宫特制的金疮药。是。 宴会不用准备这么多菜系，选择一种把它做精更好。夫人，可是往年宴会都是八大菜系一应俱全的呀。多不如精，也需支持前朝节约粮食的号召。<笑>说的倒是轻巧，城主夫人知道姑母喜欢吃什么吗？就选淮扬菜。 母上最喜欢吃淮扬菜，也偏好他家乡的淮扬口味。宝当，你去司膳间盯着，调味一定要用河鲜，切记不能用海鲜。是。看来夫人为了讨姑母欢心，倒是把我裴家摸得很熟啊。
父母的饮食年纪岂可不闻？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宴会啊，吃的可不仅是菜，更是大圣的颜面。夫人，屋内陈设都擦拭过了。哎，城主夫人的凤仪宫是操惯了的，下人也就跟着不讲究了。但既然是我负责摆设器具，须得按我的标准来。我夜华宫陈设桌椅可都是得擦上五遍的。夫人，平儿在内库里有一套梅兰竹菊的烟雨青花瓶，我记得姑母颇有几分喜欢，去取来摆在那主位上。是大人。舍人何故这样盯着本夫人？城主夫人可想好宴会穿什么了吗？穿礼服不就可以了吗？今日天朗气清，备的也是清雅的江南小菜。新主可真担心城主夫人又穿那套艳俗的大红礼袍，跟整个宴会的基调格格不入啊。怎么，我的穿衣自由，舍人也要干涉？这宴会着装不也是夫人安排给妾身负责的吗？夫人，宴会着装还是听新主姐姐的吧，准没错的。夫人，你的腰肢好细呀。转一圈看看，愣着干什么？妾身这是在认真执行夫人部署的任务，还请夫人配合。换一套。你还是穿你那件大红凤袍吧。顾的夫人。痛快。城主若是喜欢这里，可常驻北境，你我一起纵马驰骋，涉猎饮酒，岂不快活？如此甚好，姑也希望北境和大圣能够世代交好。北境的百姓牧牛牧羊，大圣的百姓种田种桑，都能像你我此时这般各司其职，逍遥快活。会的。对了，城主，今年你想要什么礼物？我想要陨星黑晶。既然城主想要，本王想问城主作何用途？胡娜呀，不是我不想告诉你，也不是姑不信任你，而是这件事儿呢牵扯到另一个人的命运，所以说他陨星黑晶是我北境的宝物，传说千年前来自天外，有去病延年、增强力量的功效。我哈尔布先辈曾偶然获得过一块，制成王冠，代代相传。父王临终的时候将王冠交予我，却被吉吉夺去了。也就是说，现在这个王冠在吉吉手里。嗯。既然城主需要，我会想办法。对了，本王今日安排了几位侍女伺候城主沐浴更衣，待到晚宴的时候
本王会亲口宣布北境归顺大圣的事。这侍女就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侍女更衣就不必了。我这身体，别的女人看不得。你难道说你喜欢男人？我当然喜欢男人了，难不成还喜欢女人啊？你原来，你不，女王误会了。姑的意思是说呀，姑喜欢这战场上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啊，那在城主眼里，我算是英雄吗？算呀，当然算了。那干了这壶酒，让我们比比看谁先到王庭。好，怕你不成。美人，美人千万谨慎。这药，美人放心，此毒无伤性命，只会让逍遥宫暂时无法代理摄政罢了。本王今日在此，要宣布一件事。在我塔塔尔呼纳掌管北境期间，我北境诸部愿归顺于大圣城。女王殿下，你是不是受了什么人的胁迫，才说出这样的话？阿不魂，你把话说清楚，凭什么说我胁？胁迫呢？哼，我北境人。向来都是马背上打天下，从来都是自由自在。如今哪能说归顺就归顺？是，不同意。不同意，对，我们不同意。我们不同意。阿伯说的有道理，不同意。这个决定，本王想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在本王流落在外期间，见到了太多因为战争造成的骨肉分离、家破人亡，战受苦的是百姓，战败受苦的更是百姓，包括今日在座的各位以及家中的妻儿老小。我北境诸部常年混战，如今统一实属不易，本王希望止战以休养生息，能跟圣城交好，互通有无。本王相信我北境很快就会迎来真正的太平盛世。可是这样做，我北境人颜面何存？本王很早就跟圣德城主约定过，如助本王夺回王位，那北境就归顺于大圣。所谓君无戏言，用北境人话说叫一诺有神明。此事勿需在意，若有违者立斩无赦。好一个爱好和平的北境女王，这一杯我们干了。没想到女王不仅长相甜美，还爱好和平，我喜欢。都有小妹了，还色眯眯的盯着其他女的，真是。
怎么，主母取消宴会，你很是失望吧？妾身参见城主夫人。起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妾身治头疼的药粉。是不是头疼药粉，江远正自会告诉本夫人。难道是城主不在院里，夫人终于要想起对付妾身了吗？说，这药瓶里到底装的是什么？李美人的死跟你到底有何关系？城主夫人事务繁多，妾身就不在这惹您生气了。夫人若是喜欢妾身的瓶子，留着便是了。记住，我已经给过你两次机会了。前几日还对家书深情款款，今日怎么就见异思迁了？哎呦，这不是秦美人吗？以前的她确实与世无争，姑倒是希望她是有什么难言之隐。自古人主果然多情啊。多亏母上有先见之明，取消了宴会。今日陪母上守岁，你倒是很准时嘛。要不是城主亲征的事扰乱了母上的心情，否则宴会可是我的主场。那一会儿哄母上开心就靠你了。放心吧。啊嗯。主母大人，城主夫人，子时了，可以吃饺子了。子时？饺子？瞧你睡着半晌，本来都不想叫你，看来还是留不住。母上，现在都已经是子时了，儿子也算是陪你过新年了。母上，你就让儿子走吧。母上，景明这些年向来如此，哪一年都拦不住他的。难道老身不知道吗？红姑姑，公爷，今年特意为你备好了。谢母上，谢长嫂，那儿子先告退了。宝刀姑娘的厨艺在我们内院里面呢，是出了名的好。宝刀啊，没有什么太大优点，就是做的一手好菜，深得夫人欢心。哇，下雪了。哇，夫人是不是思念城主了？北境天寒地冻，不知道他城主有没有饺子吃。锦云从小锦衣玉食，从来都没有吃过半点苦。玉儿，过年了，记得吃点好吃的。城主，一年过年我们没有饺子吃了。好，既然你们提要求了，那姑今天就给你们加一大碗咸菜。来喝一个。来，城主。爹，新年快乐。玉儿啊，你看你入院这么多年还是这个邋遢样，少喝点，注意形象。爹，
女儿现在是男人，是城主，以后你徐大元帅也管不了。哎呀，喝吧，过完年啊，恐怕你也没这个机会了。嗯，谁想我了？天气如此寒冷，小心患了风寒。宴会已经取消了，夜深人静的，你到后花园做什么？锦月去给主母大人请安守岁，路过于此。母上是否已经歇下了？刚刚离开的时候，红姑姑在准备伺候她就寝。城主在北境，可有来信？可还好吗？挺好的。那就好。小玉，城主夫人恕罪，臣只是看到雪景，忆及过往，不禁想起小时候我们一起打雪仗。那时候你可太恼了，每次我和锦明一块堆雪人，你非把他们踢碎了。锦云哥把他再堆好，你还要将他们踢碎，恐怕别人不知道你会武功似的。啊！还你还我雪人！还我！臭鼻涕虫！臭鼻涕虫！哥哥，他拿我雪人。小时候的事情不提也罢。锦云，如今我已是夫人，还请你注重一下礼节才是。梅雪佳人，忆及过往，是我情不自禁了，还请夫人恕罪。一句情不自禁说起来简单，那你知不知道这会毁了我的名节？我是我没有思虑周全。锦月，还请早些回去休息。夫人，天冷，记得加件衣裳。知道了。这北京的雪可真美，要是他在就好了。寒沙四面平，飞雪千里惊，北京的雪景的确是很美。父王为了统一北境，
真的是穷尽了毕生的心血。你父王扎木西的确是一位伟大的将军。父王不顾传男不传女的祖训，临死前将王位传于我，可是北境的男人们却只相信男人才能为王。嗯，即使吉吉名不正言不顺，他们仍然愿意奉他为王。女王不必太过担心，你现在已经夺回了属于你自己的一切，至于人心的收复，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。你是北境的第一个女王，别提孤多羡慕你了。城主，听闻大圣的女子也是不许参政的。哼，何止是参政，还亲征呢，只不过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。城主，你在想什么？哦，女王所言极是，在我们大圣啊，即便是尊贵如主母也不能参政的。但姑相信一定有一天，女子像男子一样也能参政议事，出将入相，还有可能像女王这般。城主的见解果真独到，但愿有一天我北境的男子也能像城主一般平视女人。胡娜，姑有一个不情之求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城主单说无妨。你父王和徐元帅战场相遇，各持自己的立场，姑以为战场之上没有孰对孰错，孰是孰非，所以不知女王能不能放下自己的执念，放下对徐元帅的怨恨呢？如果是父王那一刀要了徐元帅的命，那么他的女儿，你的夫人，会原谅本王的父亲吗？许悠然，走吧。你还愣着干嘛？这一年又一年的，宫爷为何如此执着？说句谢谢会死啊！你呀，今年不出这摘星阁的大门，怕是连自己几岁都不知道了吧？知道又如何？不知道又如何？还不是一般过？我偏要让你知道！这雪好美啊。从此处看雪，恍如一整个世界的雪都落到了此处。许悠然，你别总是待在摘星阁，改天我带你出去玩吧。不去。那你无聊吗？这些年来见到有趣的事情，你便第一时间来告诉我，在我面前演一遍。虽然我不出去，但是可知满城市，怎会无聊？
城主，该回去歇息了。满上满上啊！徐元帅，如果乏了，就抓紧回军营休息吧。啊，也好，臣护送城主回营。不必了，姑还没玩够，再多喝两杯。不可大意，将士们酒足饭饱，昏睡昏醉的，若不回营，恐有不测。阿捕魂，老子从来不吹牛，但是今日我就是要跟你比试比试，咱俩到底谁的武功天下第一？阿甘，让我们跟徐将军干了这碗天下第一。天下第一，好，干了呗。女王，喝点，继续喝。他们全是性情中人，正所谓不打不相识，还能有什么不测呀？也好，臣到外面吹吹风。好，我再陪他们喝两杯。嗯，来，孤敬三位一杯。来，城主。等回朝之后啊，这消停日子就没几天了。来，干！来，干！干！这殿内闹哄哄的，这殿外的夜倒是静得可怕。末将在此守卫，徐帅勿需多虑。嗯。啊，徐帅，何不早些回营休息？城主现在正高兴着呢，再等等，我亲自送他回去，更妥帖些。大人，这么晚了还出城呢？啊，兄弟们辛苦了。圣的将士正在我王城内宴饮，本将军放心不下，特此来巡视一番。还是大人想得周到。绝不希望用这样的方式。王位本就是用鲜血浇出来的，既然选择坐上去，就得不择手段铲除异己，哪怕是心爱的人，这就是王的命运。本王不惜滥杀无辜。他们不是无辜的人，他们是杀害我义父、你父王张无锡的人。难道你真的要归顺你的杀父仇人？真的相信归顺能熄灭战火？你刚攻下王庭，现在正是要立威的时候。就算没有黑镜王冠，杀了圣的城主，整个北境才能真正的臣服于你。杀了徐帝，才能告慰扎木西的灾天之灵。你要证明扎木西没有看错，你才是合格的王。胡娜，大好时机潜在南方。阿甘，我的阿甘是大漠的勇士，如今怎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？再说，圣的城主和徐元帅是本王钦佩的人。就算有杀，也只能在战场上明刀明枪，这才是北京人的传统，扎木西一直的传承。
欢喜，借我一点的思念加倍还给你。别担心，这世界很多风雨，我给你一小片天晴。这未来很多猜忌，我与你两步一步棋。这辈子长短里太多不可及，爱恋始终如一。我的爱恋里面太多考验，近在眼前又犹豫不决。幸好当他偷偷出现的第一时间已经被我察觉。我的迟钝，请你别太埋怨，幸好月老也不计前嫌。让昨天纠结抱怨考验都变成奉献，把你我紧相连。一百天地界的天你都在了你，但不一时将真心看清，三瞬间或许已经笔下誓言，四季不分离，无形之间投一眼的灵犀，了解着为你无二独一，即使岁月如少年时已见到你。